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网络卡顿，尴尬处，网络差，卡了吗？你没有卡吗？哎，骗我！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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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
Hello， 对，我在嘿嘿那个地方。Hello， Hello， 玩得挺开心的呀。别送礼物了哦 ，Stop！ 今天不是送礼物的时候 ，Stop！ 别送礼物啊、哦。穿歹服拍照吗？这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是不是安监控了？我好准时。哦，这真的很准时。加根。加根 ing， 对呀、啊，为什么还不加根？真奇怪。我今天玩了一天，我头好油啊 ！Oh no！ 不够看吗？谁够看呢？这个，我都不够看呢。别送礼物，不要送礼物啊，宝宝们，别送礼物。掐饭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掐，今天掐的午饭比较晚。干嘛？给我吃吗？不吃了。菠萝干，今天我 get 到菠萝干的好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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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昨天应该是跟到16级吧，是不是？是16级，对。都在说催更。你给我安排一下，我回去帮忙那个什么一下吧，回去帮个忙吧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
啥时候连麦？和你的，嗯。有申请了吗？没有申请。啊？没有申请。没有申请哦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已等待一分钟，对不起了，磊哥。好，我开哦，不好意思，没开声音。你要把那个旁边那个牛给拉一下，就那个牛，就那个金鹰牛给拉。好了，先听见听得见我说话了吗？我们两个的背景好像啊。我现在看你有延迟，你的声话不同步，是我的网的问题还是你的网的问题？要不要？你现在看我是说话卡吗？你也不同步。怎么办？不同步哎！骗你的，真的假的？真不同步啊？假不同步？啊，同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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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同步了 ，OK，OK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吃饭了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在逗我？你在听不听得见？你是在演卡住是吗？你在演卡住是不是？好笑！你喉结动啊？你比我多一个部位，你不知道吗？喉结动了呀，刚刚。背景动了，好吗？还可以，原来还可以这样子。你怎么？你这穿的还挺正式、啊，搞得我好感觉我是不是得穿个西装？我专门换了衣服。我刚刚今天我在外面旅游嘛，我今天穿的是那个，是这个。啊、哦，行吧，行，可以，好，停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环节，好吧？看到没有？我们今天任务很艰巨的，好吧？我们要把这些一篮儿的给搞定了，好吗？好吧，让我来聊一下今天的环节。不行，你还是先得把第一个问题回答我。你刚刚吃饭了没有？搞得我心情不好。没有吃饭。OK， 你是不是没关美颜呢？你别管我了，我美颜就是开到最大，我这个人就是开到最大。哦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不好。那个，哎，对了。亲爱的陈少少女士，今天那个没怎么那个最近互联网上有很多人什么啊？你说你怎么念个词儿磕磕巴巴的？赶紧的把词儿念完。哎呀，这不是说磕磕说互联网上现在有很多人都说你自己是互联网鸟吗？那个争先恐后的认鸟鸟当做女儿。然后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我也是互联网鸟妈，我也是 ，me too。这是个你为什么是互联网鸟妈？是吗？但是我没，不是上面写着嘛，上面写着说让我们聊一下近期的内容。对，因为他们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我了，可能对，可能也是。我听得见你说的，延迟真的好厉害。啊，我还以为你听不见我说话。这样子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我调整一下网络。你用的是连的是酒店的 WiFi 是吧？酒店的 WiFi 怎么可能行呢？等一下，我给你机会。我等一下。哦，你这个不是装的卡住吗？刚刚。现在，怎么可能？哎，现在好了吗？现在好了吗？好了，很好。好，还是没好。不行吗？好呀。你现在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听得到。可以啊。可以。又卡住了。好。好的。然后我们现在玩这游戏呢，游戏规则呢就是轮流报数。轮流报数。然后呢，从一开始报，每次遇到零、八、一、三这几个数字的时候，都需要说出一件拍摄现场好玩的事情。
你有 get 到这好个的，规则吗？我有 get 到，我行，刚那我先刚开跟始了。工作人员试完了下。啊，你讲，那你说你没有这个单子，你这属于对吧？提前预习了是吗？昨天晚上就开始背了。可以可以，我感觉我现在感哎觉，呀。说实话，我感觉有点回到了就是零几年的时候，跟同学打 QQ 视频的那个时候，就是延迟至少得要40秒以上，你知道，说一句话，对方反应好久才能反应回来。行，好，那我先开始零，我先说一个啊，就是我想起那个时候每天最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最欢乐的事情，就是看每天现场费导在那里讲戏，因为我们每次费导讲戏就可以一个人把一台戏都演完，他可以演我，也可以演你，也可以演所有人。然后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好玩，但是啊，更好玩的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幸灾乐祸啊，就是我们俩现在在这开开心心的啊。就是有模有样的，就是光鲜亮丽的直播，但他现在依然愁眉苦展啊，灰头土脸的在机房里面，依然艰苦的坚守在后期的机房里面做我们《星汉灿烂》和我们第二部《月升沧海》的后期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此举很高啊兴，很有意思，对，对对对，好，到你。一，啊，我一想码想，一码哦，零对对对，没，08 13，好，我的趣事就是，剧组里不是有很多马嘛，然后他们表情都很多。然后我们经常在现场选马，就是看到一匹马，然后学他们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些马嘴里感觉在说话，一勒缰绳的时候，那马都会，没有对吧？就是你这样，然后我会就，发出抗拒的声音。对，然后那个表哎，你情会都学感马觉叫吗？骂骂咧咧的，你会学马叫吗？会啊，哟。你学一个来，你这学的没有我像，我给你来一个啊。像吗？像还是不像？我除了马，我其他都好，我卡会了。学，其他都很像。我可以学那个，我学那个是什么？算了，没有。那个驴骡子，骡驴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卡住了，卡住了，这么精彩的表演卡住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哎，我们用流量吧。要就两个信号，他让我切换流量，我试试好不好？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网络良好，人家你真的抠得很。喂，我我现在直接就是看脸是个黑屏的状态。卡吗？怎么好卡不留哦？喂，啊！我卡。哎呀，我觉得是我这个。等一下啊，我拿我的手机给这个手机开个热点，这样就好了。等一下啊，等可一以，下，你马先上，试马一上，马试上。看看。有没有？怎么这么卡呀？我卡吗？现在我在干嘛呀？对不起，太卡了，因为信号不好。他估计也是信号不好，我们都信号不太好。天气太热了嘛，信号总是会就是有点卡顿，理解一下，sorry。
要不然咱们就是自己 Q 自己。可以啊，现在好多了。对，这个应该就是不对劲，就不好啊。我们下次。去补习一下，我记得那个过生日，然后我们一群演员在演员很多。对，而且那天开心，你那天是不是戏还不多？懂，那个，我懂了，懂了。啊，就那个、下一个，那个十，哎，十算不算？十不算吧。
我觉得我不错，就是多多少少没太熟嘛，味道不错的。怎么可能没太熟？肯定熟了，控制好火候的。买 熟其了实熟所有了，人除了我以外，是熟除了了。我以外都拉肚子，但不好意思说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没有没有没有啊！你拉肚子。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两个地理位置距离太远了？然后，那就到你了，十一。谁是十一呀？没有了，你是十一。十一是谁呀？这个是数你，字是哪有你。十一这个名字呢？哦吼，他卡住了的吗？是吗？他是不是看不见我？我哎，吗？回来是了！吗？模仿你卡住的那个。你到卡底是谁啦！卡？你卡啦！到底是谁卡？是我卡还是他卡还是都卡？究竟是什么问题？都卡。办呀，要不要发信糟息卡子呗？了！要不然大家就是录屏给大家看看。我这边完全一个评论都看不见，卡的。我再看一下。他有点慌张，他这个表情，他有点慌张，有一点。来，